大家好，我是普爱伊甸园牙医诊所院长张慧兰。言教不如身教，我觉得我对隐形矫正专业素养的追求，帮助提升我自己跟孩子的视野。孩子们从小耳濡目染，了解到父母对专业的态度是如何投入大量的时间跟精力，在为病患的福祉研究改良术式，将需要手术的病例以温和透明的牙套来改善，让孩子们看见这些不唠叨不惹气的带领方式，成为他们学习上进的最佳示范。这是培育儿女最有效的教养方式。欢迎锁定台中古典音乐台舞蹈马蒂斯节目，我在空中与您分享